那个既然讲到安尼呢，我就请问啊，我们要试试看，到底这个歌高音要怎么唱，那怎么铺陈，要怎么样子渐进式的把它爆发出来？我们个人来一首歌来试试看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安排，你安排什么歌？我要选那个《亲爱的小孩》，好催泪的歌哦。一凡的话就不能输让我们输定了，你要来一首什么？琼英那么厉害，我当然不能输他。那当然，当然。我要来一首这个也是非常经典的，而且我觉得很难有人挑战他的歌曲。我自己当初在练习的时候，我也觉得说也太难了吧？夺标。好难哦！哇塞，这是歌坛中的葵花宝典呢。欲练本功，必先自宫。好，那我们听听看，这两种不一样的高亢，到底是催泪好呢，还是我们的前景比较看好？来欣赏一下，欢迎。上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朋友都已经离去，留下了带不走的孤独？漂亮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弄脏了美丽的衣服，却找不到别人倾诉？聪明的小孩，今天有没有哭？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，在风中寻找，从清晨到日暮？
有幻想，也有悲哀，你我都感觉到人生总有成功，总有失败，你也都看到。朋友，请听我说，世界上有太多不同的道路，朋友，如何选择，你要有主张。其实哈、哦，这种感觉啊、哦，平常是很残酷，但是又很过瘾。为什么呢？残酷就是说，两个必须要在现场，马上就是让人家觉得说，到底谁的音音怎么样？这种立竿见影的感动，没有。其实我觉得不分宣制，反而是我们。我跟你讲，我刚才在后面在看，他唱到高音哦，我亲爱的想，他真的头发有翘起来。有运动到，有运动到，表示他的气。那他刚才那个麦位那时候的后面的尾巴呢，刘海有动一下，哇，辫子要有动一下，大家都有特异功能。哇，真的，真的，琼瑜太厉害了，是啊，两位都很厉害。三年来他的身高没有长到，但是他的歌艺进步太多了，今天。
就厉害。但是我很想要身高再高一点，所以我也是很想，哦、但很难。如果像跟你学说，你如果身高高起来以后，可是声音就不会那么高，你要选择哪一个？我觉得身高这蛮重要哎。是我也会选身高，对，你知道现在只是你们要高，然后手摇饮料店妹妹都很美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对，是女孩子还是很在乎这个啊？真的，就是他们认为说，我只要身高高了以后，我声音我可以再练啊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其实真的是可以练，其实是真的可以练，拓展音域啦。对对对，哇，太厉害，太厉害，真的令人敬佩，令人敬佩，对，厉害。不过，我们的这个节目里面就是多元化的，不管是国语歌，不管是老歌、闽南语的一些歌，我们会请到不同的一些歌手来表演。那今天我们这一段是属于那种比较高亢的，那高亢的声音，到现在为止，我们这样子讲说，伯仲之间。对，但是我就很希望说，以后呢，在我们节目里面经常可以看到他们的表演。对。